女人，我觉得呢，跟粉美赏呢做了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一个活动。嗯、你看这样的一个 T 恤，它有多了不起呢？很简单，剪裁线条都非常非常的简单，为的就是让所有的身形呢，通通都可以，对对对，驾驭得了。嗯、然后呢，我们呢扣除了成本，所有的钱。通通要捐给立新基金会，为了帮助受困的妇女，所以啦，意外的，有意义，好，是，越简单的其实它就越好搭配嘛。对，而且你要做任何造型都很简单。嗯，我们常讲就是说，所有的人衣柜里一定要有的就是白 T 恤。嗯，太好了，而且又这么有意义，对不对？